就照着给他讲。你说台南呢是一个适合做梦、干活、恋爱、结婚、悠然过日子的好地方。做梦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很多好的空间，对。干活就是 要有好的就业。他到那都讲了，那希望那的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不需要离乡背井去找头路了，过去较善食的所在，咱的少年人都爱离乡背井，可以出去找头路。我们现在希望说，年轻人在我们台南在地子弟，咱都在找到好的工作，在这里结婚，在这里过日子。所以我们需要政府要做的，就是要创造很多好的环境，当然在这些呢，当然都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了，那过去很多年，在我们赖市长、赖院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台南市就是持续朝这个目标去迈进。我们希望台南是一个适合宜居、慢活的幸福城市。